鸭仔都要赢在起跑线，鸭妈妈大特训，要成为一只出色的烧鸭，而不做腊鸭，就先要做到皮脆肉嫩，所以锻炼出一身好 body 是非常重要的。片入边呢只鸭妈妈似乎都想佢班鸭仔有出头添，叫佢哋十一个学爬墙，实行爬得上的鸭儿有饭吃政策。呢招咁 hush， 真系要叫佢一声虎鸭啊！只不过呢班鸭仔胜在够热血，仲有一份打不死嘅精神。睇佢哋跌完再爬，爬完再跌，又真系俾佢哋成功重投鸭妈妈嘅怀抱。正当大家睇到尾嘅时候，唔知大家发唔发现，死到上去嘅鸭仔其实得翻十只咋，剩翻嗰只睇怕要做腊鸭啦。